因为早上来了，一同来思想你那个题目，去现场你讲行的路，他的先聊啊，阿叔伯，阿姊妹已经跟他们讲出来，让他们心情，留在来，尽量在看他们的心情。现场呢，从那里有个秘密想法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永远都要做好我的现场，包括你外出门的时候的方向。包括伊今日打算去摄嘅东西，或者今日要做嘅三步，或者从前面嘅日子，你要先查行走嘅路、方向等等，要每日都想做你哋嘅先查嘅事情。其实在佢哋嘅信仰上面点样呢？那你也系爱常常在佢哋嚟做先查。那你先要所托嘅圣经。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所看的传圣经，当你家己穿越到圣诞这个时候呢，还要再次来去想，我去反思主耶稣基督圣诞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当中给所做的哪个东西？给大家说，天父那边看到这样子啊，那火啊，圣诞老人的火啊，主会在心疼，因为还要再看到看到。有关圣诞节的东西，然后诗歌，他在今天杭州在伊个个街上呢，好像好很多圣诞歌好听，有冇？好像以前不多呀，以前那就吹那个时间嘛啦，又点啦，都放那个圣诞歌，他在今天好像唔会放的啦，非常好少人放，非常是天台以外呢，现场性的来放。一些个毛宗教色彩的圣诞歌呢，就一起唱祝福，比如讲金箍棒啊、金箍棒啊，到处表演，太感动了。看，他那个就穿到亚细的光上，那边去会唱，念一下娱乐性的东西。在亚细的光上之后，也是在世界上所讲的说法。那边也是他们在圣诞这个时候呢，他就一种的方式。每天咧在看圣诞的东西，或者看圣诞信息屏吼，啊，就主要是这个套上东西来咧，世界的时候呢，好像先前我都说，透过这圣经，他就看到也是一些有着好重要的信息，也是一个好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他就有些留意的，好，我就再来透一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再通过一二三。路是太的，进去与雅各引导用神，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造出的人也少。好，我们来通过下达的哦，啊，系点样的？好，有营养性的下达性的。你们是记得喺台湾做派对，这个都做义工的时候呢，顺便来参加嘅啊。哦，你们是记得啦，即系做义工啊，喺庙里边，啊，那个客家先叫来做下吧，来做，来见面来做下。因为我对面贴门一片，因为在这个灭亡嘅门系佛嘅，路系好行嘅，常规条路一年也清楚。可以跳到远山的门去吃的，路是大难的，前座的人也牵手，或者门是打坐的，那门的门，那就客家人一通客家心灵的时候呢，哎，意识后直接就跳出在那里的眼前，你就要对着那个吃门的落去，啊，你就是后传承的一张，来听的，那你看呢，传承的给。啊，圣经当中呢，有好多审查同教育，也就从那个施主开始的时候呢，上帝都俾我哋好自由的空间可以做审查。你看呢，那条嘅阿伯哈话，那个施主上帝呢，本地有审查，有本地审查先咯，有救法的空间咯，救他的一种自由权咯，绝对有。你看眼中所有的国家人的回事。你看不法打理所有的东西，餐厅有一样，有些菜，切毛线，跟着准备生了梳妆的火灾，也就是一种鲜菜，一种鲜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施主也鲜菜和其他装备，我们
就喺唔係咁多。落地後一百落去，要望線測，要線測嘅空間。講幾多來得嘅天放，喺線測而且嘅天放係啲危機嘅，放張嘅少嘅。我哋看到落地線測係數號碼，一百落去線測係頸椎上邊嘅自然。所以講我相信，如果呢一邊影響到我哋公司，啊，如果照嗰粒平嘅，係照容易去。所以落地線測嘅係數號碼，一百落去線測係上啲。三樓樓梯之間也有一個線測的空間，橋梁架之間，大家看到三樓線測是用田力，用田力，它的太位線測是上帝，啊，雖然在太位的上面地位也曾經得出過上帝，它的太位的頂上地位呢，也線測是跟隨上帝，我們看到還有好多的線測。在生命里边呢，在生命具体三十章十九节的时候呢，叫做上帝也透过摩西来向叫做大家来讲，来将三世夫妇前面在人面前，所以要审查生命，是你老人的后裔都得存活。你睇上帝透过摩西来向以色列人所讲的，以及话为着来审查，然后呢？我們看到約書亞也曾經對摩西，對以色列百姓說，今日你可以獻祭，今日就可以獻祭，所謂侍奉的。在耶路撒冷城派會那邊所侍奉的上帝呢，還在耶路撒冷所出在這次的亞摩利人的血呢，其實他做的獻祭。如果至於來到那邊他呢，那一天侍奉亞伯華其實喺度成集嗬，成集。點解我哋講到一攤成集係指標咧？出於天要遠行嘅結果，一攤要做好就成集，而且要面對遠行嘅結果。所以從呢個單身，佢先單隻單身嘅做人時幾多，而在佢哋地上流血嘅時候咧，而透過人中嘅信念，而讓我哋發出嚟一種嘅挑戰嗬，挑戰。有现场的施工上帝呢，还是施工阿门？如果前面的经文你可以讲到啊。有几个，有现场建基材料嘅沙土上呢，还有建基材料的磐石上，所以主要是在门徒的面前，并多几只空间，而自己做决定，而自己做一只现场。好，你等下我哋看到有位叫主要是基督降生的时候，而并讲下条大型的空间。当上帝真正好有咩哦？上帝在那条面上的时候呢，我见那条田地来作出审查。比如讲，你们那个审查你的男仔还没仔，你们那个审查你的种族，你们那个审查你要上到边个的种格，还是非洲？好在那条不能上到非洲哦。那条毛审查爱发出这个假田。嗰啲毛先生，而家下年啊，前幾年啊，人哋啊，曹小年啊，人哋咧其他嘅做幾年啊，做幾年？而家我哋先生如果上到教嘅系系，我而家咪積住到咩？佢系系，佢系啲教嘅出教，人哋腰咯，嘅屁股咩人教出嚟好啦？而啲一啲毛就先生，成日都面善嘅時候咧，上啲嘢都對嘅，都係啲會好，你都面出先生。一個面的東西都比你先拆的話，係上次有乜好煩啊？到底要存幾多個號呢？肯定存幾多個號？肯定存唔耐就推廣個號。肯定一個樣貌呢？我用唔用嘅樣貌，真係要滿足你自己嘅要求。上帝冇俾你嘅成長，係俾你攞埋好啊！肯定呢，年事嘅時候呢，就有潛力做成長。且对于那个主权，你要从那里突破那个轮上，你要借这个主权来做你的选择。所以看到上帝有时真好有咩啊？你能忍的时候，做嘛有啲东西要予以限，有啲东西必须按你自己来做的状态的决定。那个向上帝，苹果阿廖会长都有切对个公平啊。好，我哋看到人生的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人生的很多数的开始，如果你都已经明白，从那边有好讲究是这种对比，不是两种嘅，只有两种门，一种系国环一个门，一种国壳一个门。
两条路，一条的泰路，一条的西路，两群的人，专业朋友讲到，一群一群的人，参多数的，一群的人参少数的，两组结束，一集出的就向死亡，一集出的就向流散，生命。所以呢，你看到日出将内心那种对比呢，黑比我嘛两年每十年都有七对的自由，你来公平。每集都是公平，有时候你可以说不公平啊，好多你要快要几十分钟的时候，可能给你如果发这些商品，哦，不公平啊，怎么比你按多，怎么比你按量，怎么比你按好些，你看容易会发出不公平的商品，他在催你啊，审查的路上的，上帝对方啊，就每集的都是公平，一切对自由的，那就给他出来看啊，你看两种的门。一种是宽的门，一种是狭的门。那你看到你的宽的门呢？先拆的人多多的，然后做完不多呢？因为比较自由嘛，因为个门好太窄啊，哎门太窄啊，远远的都看到一个门哦，所以太大就好自由的关到，容易落地嘛，你门太，哦好太窄，就会落地。你要看到十五码开的门哦。你有看过那个 Emporium 的门，都不同的淘汰站，淘汰站，对吧？你们做了细细的门来哦，为什么太大排队咯？我现在感觉成年都忘记，你话有咩啦？冇感觉个时候冇开嘅，一出咧门太窄，然后不知道亮亮，好容易就进入去，所以呢，门好容易就感觉分开。那么就是夹门，夹门嘅人咧，先出嘅好少，怎么解呢？因为我付上代价，因为我研究主号，即系我再先去解释。所以你们讲到一只法门，一只贴门，一只法门，因为好方便，因为好多人可以这样做，好自由，然后你可以拿来，啊，你们落，啊，你们落，不管你们落，啊，吞云落，啊，跳云刚刚飞落，啊，你们要落不得，也好自由，冇家可以拿来，一只黑中。所以他就先插信仰的时候，他就有时候我看到有一只好开的门，那只门看起来好自由，好容易就可以落去。他的地方呢，他就看到他给了十方之父，所以那边主持目标的工作，一关让你就一笔欺骗的小关地方，当你落开那只门之后呢，你觉得哎，那今天就给你一条片。套路，又套路好将咧起嘅一只好靓嘅地方，然后你睇两种嘅门，还有再看啦，最后十几栋嘅就套上用上新，套上用上新单子嘅主角，佢喺附近啊就做埋咩嘢，啊落来，佢讲我哋地方嘅地方好重要嘅话，系车门啊，如果凡咧从来地方系从来落来嘅咧，必然得救，凡咧从呢个门落来嘅，生命。就一天得救，主要是这个这样的服用的，他的看到在啊，那么看的圣经呢，也许你的圣诞主角，而且主角你的彼得约翰，伊讲属下以外，克有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冇赐他克个名，那就可以靠出得救。那保罗呢，也曾经讲，讲只有一位神啊，在神老人中间，只有一位总管。佢冇講兩位，佢就三位，佢就有其他嘅。佢講耶穌祖保咧，就咧公私為人嘅基督也是，你看到嗎？所以聖誕節嘅時候，佢講我哋就好重要嘅提醒。聖誕節原來係有一位祖保，一位天下人間哦，天地之名可以期待嘅也是基督，喺我哋當中。一隻超一隻門，唯有嘅一隻門。会落到天堂的门。这前后来看到有两条路哦，一条路是泰路，一条路呢是西路。好、哦，泰路西路后有一个准备了，你看这个好像好泰路的了，条条不差不多一样。啊，你遇到总结的时候，进去分到我们刚做 highway， 那就就做一条顺行套。看你来，好私家茶，私家茶，你给到你来，还没倒数路啊？没有，啊，没倒数路，边啊那个倒数塔，我比你要倒数。
啊，你来看啊，一条高速公路，然后一条去干坡的路呢，你好容易分辨得出来。然后所以主要是这东西的用法，这个叫做一般人不了解到，你也要去经历呢，来让叫做去审查。一共有两条路，有两条路呢，一条法的门啊，通往这个宽泰的一条路。从这个法的门一落去呢，你就只有一条好法的开路。出了套路呢，其实就讲个好容易会落去，好自由，好容易终于落去做咩呢？因为冇约束。出了路的时候呢，你要踩一百米，你要踩一百四十米都可以，一米踩。那条路直接高速公路啊，有这么开东西是的。然后呢，出了路上呢，黑保有所有你爱的吹哦，不吹了的，有这么开吹对不对？最讨厌你们开条路啊，你敢做这些啊？所以一条路上一年呢，可以开保有线，你可以这样做，还可以这样做，太迟了这样做，没问题，年年都这样做。然后一种放荡不羁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么开一条路，很多年会行。然后呢，念意妄为的一集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样宽的路，你落去就业了。好宽开的路的时候呢，你看到做很多年，好终于走一条路，因为出过原来有感染的一只事物，有感染的一只文字，每只人都好注意就会奇怪啊。然后呢，你走出一条路的时候，可能在路那边好多的标题，那边的标题下边，一条路去通往天堂之路。一条路去天堂的啊，一条路去到一个地方，去以后你上到一个地方，你在那一条路上呢，常常看到一个标志，一条路去运动写的，一条路去通往天堂的路，所以一条路呢，你看的安东尼的行，那会别人看到那一条狭的路，一条狭的路呢？那奇怪就好揭的门落到去，然后就照一条好揭好艰难的路，所以揭门通过揭小的路，这么揭小的路呢，按少年行呢，因为扭一下，扭一下，扭路可能有烂路啊，可能没火又直接不行的烂路，所以揭小的路没敢容易照，啊，可能站回到四十米的话，像踩油锅啦，前面有条路。有九十多个，对呢，也充满挑战。所以条路上呢，还得看到一扎一条线过来，一扎条线又过来，一扎困难，再一扎困难，都出来了。走一条路的时候，你会面对到，当你看到眼前你都还能做的时候呢，他在出来的信仰，你会当面来讲，还不会能做，还可以先查，唔该能做。所以可能早上一些的弟兄姊妹，所以照一条路的时候呢，有一些艰难，有一些挑战。然后呢，我好小心的走，可能行跌下去，就会好深的山崖哦。你爬过山山哦，你爬过山山哦。你爬山山的时候，当你行到第十一天长被挡到的时候，而天光的凌晨三点钟，我行到当那条路的时候，那只情况也记得哦。当你讲，那个暗中摸摸为了双鞋，紧紧啊夹行哦，带着天幕了行。千夫给你，千夫给你，这个下山的时候呢，就天光，天光的时候在画面头，哇，出来那个凌天光的时候行那条路也或者不一样啊，啊，差一条索。但系喺五兆线嘅时候呢，呢五兆线就跌下万丈高崖，跌下一个呢，浑身碎啊，浑身碎骨。所以你就你嚟劈路嘅时候呢，可能要好小心啊，因为可能是跌得到啊。所以好多嘢，因为咁样，所以佢就唔会行一条路，而行过容易行嘅路。一条路呢，你需要努力一下。努力嘅意思呢，其实就拉我一块心病咯。所以那个一份圣经就讲到，那条天国的门啊，要努力，要进入去的，而
你还从路加福音里边去十章中，主耶稣基督有一次有人来问他，用得救的人那么好少吗？啊，得救的人那么好少吗？这主耶稣哦，直接回答爱会问人的问题的人，主耶稣讲咩呢？主耶稣讲，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得救唔成。然后呢，你要持着一种的心态，然后通力出来，你要努力落在门。因为你说有的人呢，当然呢，亲眼看亲眼啊。你说你要努力进在门，还告诉你们，将来有好多人想要落地出来，不能够。啊，这个当然没有啊，都爬进落的，啊，从十字架的天爬进落去。主要是讲嘅繁华的时候呢，其实在困难里面呢，努力嘅字系哪意思？努力咩讲？你可以做好多嘅行善，可以赚回得救。搿种努力嘅意思有一种挣扎嘅意思，咁做嘅任何意思。也系讲到在运动场边有比赛嘅人，佢哋在嘅运动场上呢，佢经过一个努力比赛嘅时候呢，佢得胜咗啊！以赢得胜利的爱种的形态，所以讲到努力。如果落入了田地，落入了田埂的时候呢，你要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和精神来走一条路，去努力落去的。一条路呢，真系前进前往通往天堂的路。好，现在看看一条大家门啊，大家再看啊，中华的现场田埂的人很多。看你的 graphic 的时候呢，你的 graphic 有意思的，你会要给来位同学贴门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去，落到哪？你必须要放下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放下你手中一定比较重要的东西，你才能够落到去。中华的现场插门的人，在门的人很多，也不是很少的放下。在个电商当中，有东西你足够问问了。可能是名利，可能是地位，可能是因为金钱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你们三个方向呢就落不到，而且呢他不愿意多付的代价，如果纪律就没纪律，不会定同一件事，而且可以加上去一则有纪律的人，然后一则没纪律的人，如果用神功来做一个天意的话，不会有个方向的答案。一隻成功的人一天見過紀律，一隻冇紀律的人呢冇上成功，所以取下你咩落到你隻七門的七門劇門的時候呢，後果而家因為唔願意付代價的時候呢，而願意行得嘅地點進入嗰種召喚人啊，唔上嘅約束啊，作為約束嘅嗰個門徒只有行要擘開落去啊。人生没有那个乐趣的，人生没有乐趣的，所以连哥定系老队长啊，以后有机会再见。在影响跟约束，然后呢，唔在乎嘅心态，也就系休闲欢愉嘅就好淡然嘅心态。那系休闲欢愉啊，因为坐在入边，如果40岁以下嘅人，你就系休闲欢愉嘅人。一个思想可能消费中，唔必约束。唔在乎嘅一隻思維所影響，唔在乎天長地久哪啲嘢，拍拖咩拍拖咯，見面一集，面罩面一集，我相信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咩啊？前邊擁有，如果有個漂亮嘅人，或者面面出咧漂亮嗰啲人，一兩有個嘅人咧係輕開面，啊輕開面，差唔多慢慢就過了，見下係漂亮嗰啲嘅世界。啊，爸爸，前面喺度唱一个啊，中间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咧，啊就系跳听开年嘅作风，要意会真系唔同嘅。好，我猜乎嘅心态就影响说话，啊，你们落到位置落马上端，你系从心态就影响前面嘅人做乜嘅，行到脚门嘅时候，你就转去发问，唔爱一集现场，因为唔猜乎更加严重嘅。也喺極天外遙望落去嘅，出去遠先人事度，你記得？聖誕節咩？聖誕節咩？落埋嘅買單一樣啊！
一只点心也是叫做救人，去寻求去找一个叫吃门的门内，希望判断落去一位也是话挨出门啦，很落一个时候才能够得救。所以你看到伊在圣诞节个祝福，主要是叫做，伊比如讲了迄个提香吼，伊个世界迄个叫迄个世界，伊将世界从百姓中个救出来嘛。啊，你看宋朝礼拜个时候，啊，你父母时刻个在心里面讲到，叫伊从世界把世界个百姓从脆弱当中抢救出来。他那个来到伊个世界个时候呢，安装伊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哎，降落到伊个世界。他那个世界不会接受你那个光，啊，光照在黑暗的时候呢，黑暗不接受光，因为怎么？因为一光进来，黑暗就没了。世界因为自家的行为是恶的，世人因为自家的行为是恶的，就不会接光啊。怎么个不会接光呢？那是因为自家在黑暗地方，所以就不会接光。所以那个天主们，今日到了来到你听圣言讲的时候呢，我哋应该停留在一个天主们停留在你落开门先出，你只门嘅一只天父见后，我哋落到你只门之后，而喺你结束行行经嘅条黑嘅路，行你已经唔在一条黑嘅路上，你咪再翻到来看到一条做啲结束，你就出生命。一集就会死亡来我地死亡行业是生命一集好清楚黑卡黑卡黑卡一句黑了你句黑了不将黑卡黑卡你的想法可能黑 3DN 可能还有杂现场我放在一边啊一集黑卡黑卡你的想法毛衣言论的毛衣言思想给你去多元思想啊，所以你那个心灵的话来看到，只有你一两种的现场，一集的是，一集的善，清楚，一集网络到你的门的结局就会是，你那四年没讲到，你半年没讲到，一了百了那种啊，你那个面貌也没讲到，从今以后就不再存在了，你那面貌是原本是的。现在来回头的时候，主要是这个苹果的现场。一旦你作为现场的时候呢，你就要面对永恒的结局。因为你穿越那个结局当中，你一定要做怎样而面对的，对这个结局啊。所以呢，主要是讲到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的时候呢，其实你刚讲的呢，没做的重要的预告啊，那个预告啊，路的太宽啊，偏啊。门的法啊，落脚啊，并唔系用于比较宗教嘅后快后代。喺光明里边就都喺照耀远行。如果结天，然后咪有波入嘅远山，远嘅在生命嘅山咧，系你远嘅在死亡嘅山。所以落脚路沿到远山，靠上用心嘅救助也是叫做所前修嘅一条路。现在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要坚定、逐渐去传承下去的。怎么讲？我哋会咁讲呢？喺土方圣言在南海，即在最廿四纪录，老建立嘅门户所讲嘅，讲俗话，在罗汉福音第六章，喺个元山嘅话，你客家话好。第六十节嘅名著文书嚟讲，好多学生探到一廿条话，就讲廿九卷暗暗，咩边万人探的一年啊，你吓到啊！叫你呢个九卷暗暗的意思就，哇！有好多东西咬都咬唔到，暗暗消化，万人探的一年啊，所以啊，实际都遇到。这个学生暗中在议论的这个事情，就对他讲：，你我看你的，看你的信心摇动系嘛？叫外国的东西，系咪看到你的信心摇动啊？伊讲在你的当中呢，有一些人唔信赖，啊，主要是叫做对个叫士兵讲，系门徒嘅人，
亚斯对你的环境的挑战，如果穿越到当中，你会想你不信啊。当地老亚斯这个老给你讲的时候呢，原来早就跌到穿越当中，你会想你还不信啊。穿越当中有你的出卖啊。然后，然后你对门徒话，伊讲你阿要亚爱离开爱妈，啊，你条亚爱离开爱。所以好多人看到亚斯这个爱妈，看到时候就转身就。转身就，就唔再跟随佢啦。圣经讲到，佢唔再同亚斯在一起，然后佢就问一个门徒：，你哋会有一招吗？你哋会有一经验方言去吗？嗱，所以咧就看得到，所以先插喺呢条路嘅时候呢，有一小人行下嘅时候，佢就入去呢条夹门，就入去呢条夹路，佢咧就走下呢，佢就咁走一条发癫路。毛玉叔，唔可以富代价。可以嚟照在一条夹路上，他呢佢后窗照在一条佛路上嘅形态一样，唔需要玉叔。所以佢哋上啲比喻嘅，你买个神茶，你有没有嚟做神茶？你目前想照见有没有路能遇到？我哋嘅最高已经好叫好叫啦，但系我哋嚟照一条路咧。还没有是这个空间边所讲的那条偏路，还没有私有的，还有富特价的，还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修文的，比如说太概念，比如说太私密，那就有没有修经了。你目前有没有行经那条路？换太的路，那比较容易就给你，只有缺少的路，那资源有少。你需要付出作门徒的代价，继续行走在这条铁路上。可能你真的想放弃，但是还要求主啊，保持你的心，不要放弃。这条路需要你付上代价。所以呢，2021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空间，好好的反思一下，反思一下，来经历走的路。天命在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自由的时候，那条铁路上到今日还在走在那条路上，还在那一边走下，从西路转入开路。作为门徒的时候呢，生命已经变差，难免会不舒服，走回家的。有这帮失败的经历，他的高飞就到伊朗，也一年差不多结束了。12年的时间，大家每位听众们一起来反思，那个生命就到那边，那个生命可以承担起该在铁路上的挑战吗？比如那个未来可以主要是利用跟新工商来参与，那个我有自己的小组的想法，那个我在现在的时候，在任何的时间，那个在做主要是利用中心的努力。那时候，乃有我好努力的来做，甚至好像啊付上代价努力做的，还有做好事的，就在铁路，就在铁路上，还在成长。天父，我哋多谢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好多的挑战，向你来的冲过来。我哋遇到在你的人生里边，有好多的法门，有好多的法的路，怎样又飞那条作为一只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很辛苦，我们可以好自由，我们可以在一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来去不需要约束的来行。但是主要是用你在你人生保顺当中，比如说我们好重要的一个尽头，那么就给你先插完一条路的弟兄姊妹，我们依然要持续行走一条狭窄的路，有挑战的路。我们附上退家的路，我将你话的同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